看我妈拼多多上面买的250克半斤9.9的香菇，300克，良心吧，太有良心了，300克。我们来试看一下，50克的塑料盒子，干燥剂。包装200克，哎，包装200克，9.9拼多多的，50克的塑料盒子，干燥剂。一申请退款秒同意，连解释都没解释。诚信经营嘛，你该怎么样就怎么样，他就是打那个擦边球。